减肥就等于减脂吗？那是不是我们每一样东西少吃一点点，我们就可以减脂了呢？同样一个 kilogram， 不一定代表说两个的体型都是同样的。你不可以单单是看那个 kilo， 吃了1000个 calorie， 他就去跑步。要来燃烧，就1000减掉1000就等于零啊，不是这样简单的。我们就是在这个体重机上面哦，哎，看到瘦了、轻了，那瘦身之后是否真的是会健康吗？